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皮包，好久不见了，各位，来吧，我们今天来玩一款叫什么合成大西瓜。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最近都会挂别人的台嘛，然后看着看着的时候呢，就会别人关台之后就会连到其他的地方去，然后连着连着，我发现好常连到这个游戏。然后我又查了一下 YT， 这个游戏最近好像蛮猛的，只不过它不是手机游戏啊，会有点麻烦。但是手机上面也有，可是我不知道那是正版还是盗版，所以我就用 Switch， 然后连到日本的 Switch 过去，然后呢下载这款游戏。这款游戏好像蛮便宜的，以日币而言好像只要240块而已。那我们就直接上吧。这个游戏听说很简单，就有一点像是2048，反正呢我们就是把水果越合成越大，越合成越大，你只要合成出西瓜，就好了，就这样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吧。然后就可以左右移动，然后你就直接把你要的水果放下去。好，虽然说它是日文啊，不过真的是没有什么问题在里面。然后重点是它还可以有积分，还有比赛，还有本日的排行榜，有这么残忍吗？然后可以看到我后面了，哎，那我应该换个边，等我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换到另外一边，我们来看一下右边的画面，就是我们一开始呢会是一个小樱桃，不过它一开始就给我草莓，代表说这是第二积分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直接给它丢下去。等一下是葡萄。那我们就放下去，所以我们最终目，靠呗！我本来想说西瓜跟葡萄，草莓跟葡萄，然后等一下就可以让它合成过去，可以再合成上去。那我这样不就有点危险了吗？那我现在多了一颗这个叫橘子吧。不对，它越来越大，它已经跟我讲下一颗是什么了。如果它讲跟我讲下一颗是什么的情况下，我是不是又要再一个？好，两个合成 ，OK。那如果草莓跟草莓合成变葡萄，结果我葡萄跟被隔开了，然后现在给我一个最弱的，可是没有葡萄，我不是很想丢掉。可是下一个又给我葡萄，我可不可以丢到旁边去？不行，那你要滚过去啊！那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先把葡萄跟葡萄合成完了，这个合成会变成橘子。我要想让他们有没有办法让两个就碰在一起啊？可是如果我这边碰在一起，有啊，我懂了，反正就是就这样，这个游戏就这样，那我们就认真的来玩一下吧。樱桃跟樱桃的话，给它叠上去，这应该不碰得到吧？有碰得到，可是我觉得没有很 OK， 怎么办？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要合成出一颗西瓜就好，还是要合成出很多西瓜？然后我现在丢橘子啊，我这边有一个大苹果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橘子碰橘子，变一个大颗的，这什么莱亚吗？然后我这边又有一个橘子，啊完蛋！所以啊，这到后面很恶心哎，最后面几个应该超级变态的吧？我觉得我这边被切一半了，我觉得这一局完蛋了。然后分数看不太懂，还是说这是我这一台而已？他其实没有连我，他其实没有连我。好吧，我这个完了，下一颗是橘子，橘子放这边，好，那我们就丢。感觉很像有什么策略，但是到后面很像也没有办法有什么策略。只要其中一颗弹掉，那好像什么都没了。然后下一颗给我草莓，草莓又给我在这么下面的地方。然后两颗草莓，草莓会变成葡萄。啊，我刚刚应该放这里的，说不定有机会下去。那这个情况的话，好了，先丢角落。然后又是一颗草莓，然后结果又给我草莓。等一下，很像要挤开啊，挤不开。可是如果我等一下赌出来一颗的话，是不是会很香？然后这边还不错，弄出了一个樱桃配樱桃，然后多出一个葡萄，结果又给我一个，我这樱桃好讨厌哦。不过这个时候有一个橘子，我大概找到这个游戏好玩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一刻，我们是不是这个时候只要挂机然后等着就好了？我是不是要找到一款游戏可以开直播？我要怎么做？我看有没有办法把它敲下去啊？它是不是一直在转圈？它是还没停下来？还是他本来就会一直转圈，好吧，丢啊，过不去，没有办法砸下去。那我们先随便放一个，这怎么感觉有点像？我的橘子放下去变樱桃，樱桃上下去变莱亚，莱亚最后变水蜜桃。OK， 好，可以，可以是可以的。好，先继续吧。哇，这两个葡萄，可是我这里好多葡萄，葡萄会变橘子，橘子在下面。OK， 那是橘子吗？柳丁吧，然后这个才是橘子吧，应该是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再放一个草莓下去，我懂了。哇，这该死的葡萄！我的天哪！没有得放，我现在已经开始。对吼，他给我那么好，哇，这些东西
好，算了，先放掉。啊，能不能挤得过去？你只要挤过去就好了。但是我下面又可以吧？可以吧？有吧？哎，它涂层都叠起来了。橘子又是一个捧够，结果这个橘子好像有点巨。下面终于给我来了一个葡萄，我的葡萄。哦，我可以，我有没有办法放下去？啊！靠！我很想说放到葡萄，葡萄会变成那个柳丁，柳丁跟柳丁合成会变成橘子，可以变大颗一点。哎，这真的是一步错，步步错哎！啊，那这葡萄怎么可以那么惨？哎，等一下，我的哦，草莓跟草莓会变成……哎呦，发生什么事？这真的有策略吗？我现在完全看不出来有策略在哪里。然后我们又多了一颗莱亚，我要想办法莱亚这边，我要想办法把这边弄掉。我这边只要这一坨只要弄起来就好了，弄起来这几颗水蜜桃就可以碰水蜜桃，我们就可以多一颗凤梨。好，就你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啊，是不错啦。哦，就这两颗又没碰在一起，故意的。可这边有个葡萄，啊，撞不过去，没关系。哦，有了！我、哦、这好崩溃哦 ！Oh my god！ 我可不可以直接把这两颗撞过去？没有，他自己过去。我现在玩，这到底为什么会红？你跟我讲。哦，哦，怎么那么烦？橘子跟橘子啊，这两个可以合成，要变大颗一点点。可是这两个合不起来，然后我这边可以丢下去吗？哎、欸，可是我丢这里好。有没有机会让这样子碰起来？哇，这两颗，你看就差那么一点，你就进去就好了嘛。哇，它的空隙这么大、哦，它的空隙真的啊、有了。哇，这两颗还是没有办法，好想要直接用手下去搅，但感觉快很多，你知道吗？葡萄会变橘子，哎、欸，刚刚我那一颗，我 是放得太直接了，我应该稍微深思熟虑一下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两个。然后等一下，再丢一个这个，然后葡萄变橘子，橘子柳丁。OK OK， 这边全部可以爆炸，再爆一个。这边发生什么事？我完全没在看隔壁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这边有没有办法让这个柳丁碰在一起？有了啊，这两颗没有过去，如果这两颗过去就很嗨，对吗？这可能一次通关吗？感觉这随时会爆掉哎、欸。好。再来，把这草莓先放这里。柳丁，然后这里有一个葡萄。我是不是干脆都一直都放同一边？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点。哦，没有，碰，再碰碰碰。碰碰一下，哦，有了，哦，怎么那么舒服？还有吗？应该是没有，应该是没有，这边应该碰不了。哇、哦，那个凤梨要怎么办？这个已经卡成这副德性哎！我再弄出一个水梨吧，橘子，然后草莓、葡萄，这一颗很像有用吗？啊，不行啊！如果它这样不能塞，早知道刚就不塞了。可是我觉得等一下很像有机会，算了，先丢旁边吧。然后我们的橘子给它丢下去，然后来一个苹果，哎呀，有了，碰起来了。好，先忍着，先忍着。然后又是一个草莓，这个草莓，哎呦，其实这个我是不是可以先放这里？有没有办法快？哦，如果让这两个掉下去，一定很爽。这应该可以吧？哦，你就下去嘛。好折磨人哦，这个。草莓跟草莓会变葡萄，好，草莓跟草莓变葡萄。他是故意的吧？他一定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这两个，就赶快，就差那么一点。哎、欸、有，哎、欸、有嘞、欸，我哈密瓜嘞、欸欸，真的假的？这可以过吗？
这一开始就可以过关吗？看起来很像我不知道在干嘛，但莫名其妙的剩最后一层了，还是真有通关吗？这个我不知道。反正先，哎，最遥远的距离是我碰不到你，可是你等一下要给我一颗橘子，他可不可以干脆直接给我一颗西瓜？我觉得会比较快一点点。你就直接给我一颗西瓜，我们就不会那么痛苦了。然后葡萄又给我塞在这么深的地方，葡萄，别急别急，丢这个，有了，草莓，再一个，他好像不会给我这个苹果哎、欸，对啊，完了，我现在这边有点亏，不是有点亏，超级亏、欸，可是好像还好啊，他给我这个柳丁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丢？柳丁可以变苹果，啊，苹果又变莱啊。我的草莓，算了，我们先不要做任何动作。我想把它塞进去，碰一下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所以我现在草莓丢这里，就跟下面的葡萄一起吃。我以为他们还在转圈的，是不是代表说他们还在移动？你看这一颗葡萄，它已经没有在转圈了。这一颗葡萄。我、哦、好想让那两颗橘子碰在一起哦，感觉那两颗橘子碰在一起一定超香。先把它放这里，然后这边草莓，草莓，啊，草莓跟草莓是哎哎、欸欸、哦没有，其实这是我算好的，真的，其实，可是那一颗太深了，哦天哪，好啦，来再丢，然后呢，这个先不要。哇，要把它盖住，好烦哦、喔！这玩到心悸，应该有吧？可以吧？下去吧！啊，先别动，我是玩这个游戏玩莫名玩的有点久。下一个，然后葡萄碰葡萄，感觉是摸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然后草莓，草莓，然后葡萄变柳丁，柳丁变橘子。再一个葡萄，我已经快背起来了。玩这种游戏玩到背起来，其实有点哀伤，你知道吗？再一个，快点！大家应该知道我想干嘛。哎呦，如果我刚刚快一点的话，应该就救得了哎、欸。我、哦、这个樱桃好讨厌哦。好，葡萄，哦呦，过去，哦呦，这大概就是这个游戏爽的地方吧。会突然莫名其妙。可是我这个樱桃又有了，樱桃，樱桃，葡萄，然后又是一个樱桃，再一个樱桃，草莓，草莓没东西，这个先放这里，又是一个，说草莓没东西，其实草莓给我的东西也不错，哦，给我这个这么烦，先丢草莓，他等一下给我葡萄，我先放这里好。好，别动，这有，然后葡萄变大，苹果，哇，这两颗来呀、啊，好想举起来直接放哦，哦，好烦哦，我现在这边要再弄出一个来呀、啊，它就会跟樱桃就会弄好，就会变成一个凤梨。我这游戏是突然玩很久，完了，我是玩很久。葡萄可不可以直接刚好放在上面、啊、不要掉下来行不行？不行，它一定会掉下来，没有办法。那我们这个就丢这里，然后这个再丢这里。OK， 碰一下，拜托，可以吧？这个应该可以什么？没有，哎、欸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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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然后呢，先放这里。对对对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全部碰在一起。然后苹果。不要，不是啊，这不是苹果啊，樱桃。哎、欸，其实，哎、欸，我刚刚好像做错一件事情。哎、欸，可是这样说明可以过去啊，过去是过去了啦，但是我没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什么意思？哦、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按到我按到，我想说我应该还没有输才对啊，虽然说我觉得是快的啦。有吧，有吧，啊，有啦，有啦，有！哎、欸、呀，下面，
又很莫名其妙。哇，这个好深哦！哦，这太深了。嗯，好想知道下两颗哦。哇，我想知道下两颗哦。只有下一颗感觉好，好没有安全感哦。又是葡萄，好吧，丢这，不要。它速度没有那么快，它速度没有那么快。橘子，哦，如果那两个碰在一起就好了。哦，这边哦，这几个都卡住了。我想稍微懂它的逻辑吗？对，我把几个，哎呦，哦，这里还有一个苹果，哦，然后就你又给我樱桃。哦，这两个莱亚好像把那两个莱亚弄掉了，行不行？哦，没有了，真的爆了，真的爆了。你就换一个大一点的箱子就好嘛。橘子会变苹果，可是哦，这两个碰不到。再一个，还可以再塞吗？还有办法再塞吗？哎呦，你觉得？哎，其实还好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哦，我懂意思了。哦，要不然我们再一局就好。他应该算分数吧，就是我最后拿到几分，所以他就是2048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再一个橘子，然后这是中间葡萄，我好想给他丢过去哦。哎、欸，过去，哎、欸，算了，没关系。过去啊，不行，他一定会这样滚。我想把它塞过去，但是人家没有办法。我刚刚是不是放到了？等一下，然后这边是橘子、柳丁，我先塞一起好了，等下就可以让它一起爆。哦，我明明说要塞一起的，然后也可以啦。不过这个应该碰得过去吧？有樱桃、葡萄、草莓。哦，我刚刚怎么会那么痛苦？现在怎么会那么舒服？草莓、葡萄、草莓，再一个葡萄，我丢这里好，它可以跟橘子 ，OK。葡萄，我上这里好，然后樱桃，我不要塞这里，先堵这里，然后葡萄，碰，好。我好像碰不到哎、欸，啊，碰不到，竟然碰，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可是有碰到这两颗卡的，有一颗卡在那边，小麻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把它挤上去就好。然后草莓，草莓变葡萄，然后再几个就好了。哦哦，顺多了，但是哦，这两个卡在小凡哦，是我刚只卡到哈密瓜而已。哇，没有东西啊！别动，别动。哦，可是你这个又给我卡这个，好烦哦。这个是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饺子吗？我随便乱哦呵呵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葡萄先放这里。其实不懂为什么葡萄跟葡萄碰着会变成有了，然后橘子塞着下去吧。我错了，如果我塞这边呢？哎、欸，有了，可是另外一边还是不行。可是这边橘子还有、欸，那橘子跟橘子变苹果，我先帮自己，我先让苹果变上去。哎、欸，不错，可是这两颗还是过不去，小凡。而且我觉得这两颗是不是卡住了？那个樱桃，感觉应该是 GG 了。橘子、草莓、橘子、樱桃，哇！你给我这个好烦哦，超烦的。然后草莓、葡萄，哎、欸，我说烦，因为他是在救我啊。如果刚刚没有丢那边的话，哎、欸、也啊，算了，这一切真的太难说了。但是我们可以
不要葡萄，好烦哦！这个葡萄，再一个葡萄，又两个葡萄。好，我要想给你滚下去、哦。我觉得这次比刚刚整齐一点点，就一点点而已，就一点点。橘子，哎呀，这个碰没有很优。我其实找不到它的节奏，我找不到它。这游戏到底要怎么玩才会比较顺？好，来了一个大苹果，苹果碰不到苹果。哇，橘子在好角落，结果现在给我橘子。我是不小心这个游戏玩太久了，现在是20分钟哎。别急啊，它弹下去了。樱桃上面有个柳丁，那柳丁下不来，如果柳丁能下来就好了。它没有其他技能吗？对啊，它什么都没有吗？就仅此于此而已吗？而且它要消失消掉才会加分数。哦，这个是加10分。碰一起，你们就碰一下嘛，超烦的、欸。葡萄，这个我觉得没救了。哎、欸，碰一下啦，求你同学，这两个那么近，碰一下就好，你们就变了。哦哦哦有哦有哦有哦，其实我这一切都算好了，我刚刚都是效果，我觉得我自己讲的都很心虚。凤梨，还是说其实这个游戏也是一样不能破台？葡萄啊，这个橘子错边，有没有机会挤下去？有没有进啊？挤不进去，超烦的。可是如果我葡萄现在放这，如果有机会他们结合的话，是不是就超香？啊，这个橘子好想放这里哦，可是没有办法，只能塞这。然后草莓跟草莓就会变葡萄，然后碰。有没有挤上来？挤不上来。可是我没有办法这样挤过去。挤，挤一下。啊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然后有葡萄没有？啊，我留。哦哦，我好像给他交换。如果他可以换位的话就好。哇，这两个有点可惜。其实我刚丢快一点，说不定可以把它消掉。有橘子，橘子跟苹果有机会合成。那我把这个放这里。啊、哦，你给我那一颗，给我两颗。先丢，再一个 ，OK。草莓。草莓葡萄，又是一个草莓，这个碰得到吧？碰得到吧？你这样都碰不到，我先丢这里，挤过去。哦，这个下面空间超大，如果这两个碰在一起的话，挤不下去。有，哦。怎么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反正就是一切就是一个突然，对，然后就突然有点开心，突然有点开心。苹果，不是苹果啦，啊，这个，这个大一点，哦，啊，突然好神奇哦，葡萄，再塞一颗葡萄，哦，樱桃，我觉得。哦，这个游戏最难的应该就是这几个东西了。草莓跟草莓会变葡萄，有没有机会直接放在上面？
哎、欸，啊，烦！如果可以直接放在上面就好。有没有机会？嗯，它合成的玩法还不是很懂。橘子，这是什么跳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完了完了，它掉到一个很深的地方。对啊，它最高最高好像只会给你橘子而已，对，只会给你橘子而已。哦，这个梨子不错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这个排法，碰，哎没有，我还少一颗哦。我现在是1303分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有没有机会？算了，我们就丢这里吧，应该碰得到。哎、欸，可以。然后橘子、苹果来啊，水蜜桃。哎，我好恨哦，我好恨我自己啊。葡萄、橘子，又一个。这个莱亚好烦哦，我要怎么处理这个莱亚？橘子，再一个橘子，哎、欸，这个葡萄只要丢好，哦，你为什么橘子会跑过去？哦，你为什么要跑过去？哦，啊，刚刚那两下如果碰在一起的话。我一定超嗨哦！哎、欸，现在发生什么事？那你们在怎样？哎、欸，顶过去，顶过去！只要那个蓝牙掉下去，啊，变水蜜桃而已啊，其实也还好。哇，又一个葡萄，葡萄跟那个才会加成，有机会吗？先这样放，先这样放这苹果，不要！哎、欸。碰一个，有没有机会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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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刚刚那是一个，也不能说是机会。草莓、葡萄，这里好想放在上面哦，可是它一定会弹哦。我觉得这游戏玩到心悸耶。至少我现在都弄到西瓜，那个哈密瓜了。橘子很不行，算了。哎、欸，我分数比刚刚高哎、欸。有啦有啦，啊、有进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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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橘子，我觉得要狙了，我就要狙了。啊，这两个苹果没有碰在一起，啊、真的会心悸，真的会心悸。我、哦、这好心悸哦，我的天啊！我现在多少？1725分。我现在已经，我们今天就给他到这里吧。再一个葡萄、樱桃可以吗？可以。橘子有多一个来啊！不要输！哎呦，哦，其实，哎、欸，我已经好了呢。如果我有两个凤梨下去的话，我已经结束了呢。对啊。哦，哦，哦，最烦的，哎、欸，也不会，哦，还是很烦，哦，这怎么可能再塞得出？啊、哦，不可能的啦，真的真的，橘子没了没了，然后给我一个樱桃，哦，空间其实好多、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哎、欸。啊，没了！啊，只要再震动就算输了。哎、欸，其实我刚刚如果那两个苹果碰在一起的话，应该还在上去。然后我那两颗凤梨的话，应该就弄出一颗西瓜。还是说这个游戏西瓜才是刚开始而已？其实它不一定是一颗西瓜，要很多西瓜才可以。好，这个游戏真的是有点崩溃了。那这影片就给它到这里，我们就来看这个影片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是 PFY， 我们就下这影片再见啦！3、2、1啊，拜拜。